小社游戏，热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是的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双人之合作解密。是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我们你从男左女右，我走左边，你走右边。我走右边。OK。哇，这脚底还有钻石呢。对方会给你打火器，你拿到后烧掉这些木板，会出现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有钥匙，你找一下，找一下，从这些箱子里找到打火器。快找，快找，快找！我们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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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哎，放在这里。好的，看我点火了，熊孩子烧火了。把这个箱子能点着吗？不是吧，你这么熊。别这样，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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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！哇，这烧烧多久啊？这样你可别被烧了，强哥。我应该不会被烧吧？你要是被烧了，你就成了烤乳猪了。你才烤乳猪的，全家烤乳猪。怎么烧这么久呀？哎，看到东西了，哎，有开关了。我们现在的话、哦、要怎么过呢？钥匙放在中间。这个黄色的下面，它只有一个吗？放在这里呀、啊！哦，放中间。你是不是沙呀？你真的变成烤乳猪了 ？OK， 从地毯里找到钥匙，完了，我要从地毯，哎，这里可以下。我要从箱子找钥匙。哎，我找到了，呼呼！你看我多快，找到了吗？你等等我，我这个是 我这个有点慢。哇、哦，你那么多箱子、啊！哎呀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走吧，开门，跑到最上面，拿到自己的钥匙，不用放中间。这个、哦，跑过去，我的妈耶！哎，我拿到了，我看柔姐姐那个也简单呀。我拿到了，好 ，OK。哎呀，哎呀，幸好是一个简单的跑酷。走吧，先保存个复活点。哦，对，别一会儿这边直接可以开。我哦，简单，走，保存复活点。哇，这么多箱子啊，我要疯了！哇哦，我这边水。哎，找到箱子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哇，放这里吧，应该是。OK，Let's go。哦，开了。这个是干嘛的？没有东西，门呢？哎，我这里有个箱子。什么东西？我这里有开关，开关在我这边。在你那边吧。哇，这个，对。放在这 ，OK， 开了 ，Let's go， 看看这里，我这边是水，你呢？我有锄头，我应该要锄地，然后看一下哪里有那个开关， oh, 有那个箱子。我找到开关了。你找到开关了吗？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哎，拿到了，走吧。呼呼，下一关。呼呼，这有床，哇，我又要找，我哎，不用找，不用找，你傻呀？从这边出来就行了，那边有个东西可以，啊、你要找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看你。没有，哎，这里，这他写着没有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写的没有，然后就有是吧？骗你，哈哈。是的，对方会给你对方指路，对方走出去会给你开门。哦，我要从这里走，我给你指路，你给我指路，走哪边？走右边。对，走右这里。是。哎哎，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哎哎，开门呢？开门呢？哎，啊，在这里开门。耶。哦。结束了呀！哇哇，开心开心！好了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的双人解密到这里结束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，爱你哦。